我本来以为高高兴兴过了春节就能退休了，看目前这个情况，能不能活着过年还是个问题呢。哈哈哈哈哈！请做好必要防护，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。如果需要，世界在雾中，那些人说着来白酒。 这可不是普通的头疼脑热啊，兄弟，没人躲得了的。那些死去的人，哈哈，解放，你这正活大姐的计谋实在是高啊！这是需要全体动员面对的挑战，各个应急单位，你需严格执行检疫程序。这可不是一次流感那么简单，这是一场灾害。 军舰暂时进不去，但军人可以。你的小队有可能有去无回。这是我的职责，请下达命令。暂停，就此命令，考验我们的资格到了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一定要做好防冲。 是别人的家人，是父亲，是爱人。但是他们被感染了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我会治好他们的。你首先得活下去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我现在是消防员，救人！ 快到家了，宝贝儿！我可是快递员啊，使命必达。那我们还有救吗？当然。 咱们华夏一族什么风浪没见过？